陈奕迅的交唱有些特别。文歌起舞，到时候没有机会，我没有办法上台跳，所以借彩排的机会。转眼陈奕迅老师连同战队成员全部消失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赛场好奇，赛场小的，谁的赛事是小？都是好像是我们的队服。哇，我是第一个拿到，我的第一个赛事。可能这样，那会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穿的这个，待会再拿掉。我们正好拍张照。可爱的人手。